下面这场比赛是中德女子五十六公斤级对抗。首先，我们有请本场比赛蓝方，来自中国，也是中国著名的功夫明星，有请美女庞姬。好，有请本场比赛红方，来自德国，曾经是两次德国泰拳冠军，两次 WKA 德国冠军，2007年以来欧洲泰拳的。 欧洲冠军的保持者，有请马里乌苏。
Kopf aufrichten, Kopf aufrichten.
Die Siegerin dieses Kampfes kommt aus der roten Ecke. Meryem Uslu.